今天为您介绍这座房主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豪华公寓。坐落在 Ellerslie 中心地段，这座豪华公寓位于五层商业用楼的顶楼，附近的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以及楼下的咖啡店为这座公寓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便利。前门大厅直达楼顶，叠显奢华与独特，实木楼梯是此大楼的另一个亮点，另有两部电梯都可以直达楼顶，其中一个电梯为全玻璃观景电梯。当您踏入顶楼，这座隐藏的公寓杰作将会呈现在您的眼前。受到纽约阁楼建筑风格的启发，这座坐拥有540平米建筑面积的顶层豪华公寓尽显奢华与空间感。3米高的红色大门将会带你进入这个充满戏剧感的生活空间。整座公寓的室内与户外的生活空间有一条回廊式设计的过道所连接，这条长廊边陈列着主人的艺术藏品，向右直通大厅和餐厅，左边为私人游泳池和水疗池。全屋配置高档，并且拥有智能家居系统，一部遥控器在手，您就可以随意控制灯光、暖气、音响等屋内设施。厨房采用高档德国博德堡橱柜，并且配备博士和加格纳厨房电器。在厨房边上有一间碗碟洗碟间，并且配备两套洗碗机、大水槽和冷食操作间，或者你也可以将它用作额外的储物间。各个地方都有内嵌式拉门，您可以根据您不同的需求随意变换内部格局。磨光水泥墙把主厅和厨房分开，另外您可以利用旋转隔墙把主厅和餐厅分开，来适应您不同的需求。主厅配备了3米长煤气装饰式壁炉，餐厅另有自动温控系统以及墙面壁炉。此豪华公寓另有3个特大卧房，并且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步入式衣柜，所有浴室也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整体墙面采用意大利高档瓷砖，尊贵却又不失高雅。浴室内部采用德国高仪淋浴和地热系统，超大主人房采用德国高仪摇臂式旋转喷头，另带蒸汽清雾和桑拿功能。户外空间也是这个公寓另一大特色，超大阳台为您的户外活动和朋友聚会提供了理想的空间，并配有先进的烧烤设备和厨房设施。除了豪华的私人泳池、水疗池和桑拿房，此公寓还有私人健身房，并且配备空调和音效系统。如此独特的顶层公寓以多样性的设计理念完全能够满足您的各种需求，极易打理的生活空间又让您的生活不再烦恼。如果您在寻找奢华而又不失简约的生活方式，请与我们联系吧，你一定会不枉此行。